喂，邓明俊啊。你是谁啊？我是林峰啊。哦，林峰啊，怎么样？哎呀，找你找得很苦啊。嗯。奇怪，为什么我跑到香港去找你，你就回到新加坡？为什么我来到新加坡，你就回台北？你是在故意在躲我是不是啊？那当然了，你以为追我是那么容易的？什么？你说什么？我说你追我。你要搞清楚，我的林峰上面没有加一个高啊。啊，就算你的林峰上没有个高，可是你们两个都有共同的一样。我们两个人什么一样啊？你们两个一样的无聊。你说什么东西啊？你在说？我告诉你啊。嗯。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嫁不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你老是喜欢胡说八道。你最近胖了还是瘦了？你看呢？我看啊。你要搞清楚，这是长途电话，这不是无线电传真。哦，对对对，我忘了。OK， 拜拜。OK， 好，拜拜。希望你能够很早嫁，赶快嫁出去。好，谢谢。会发霉的。致敬巨星荣耀，见证巨星诞生。好，亲爱的观众们，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天津卫视推出的《王者归来：十大巨星模仿秀》第二演出季。是的，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最最强大的王牌评审团，欢迎蔡明老师、高晓松老师还有林峰老师。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很特别啊，是我们模仿邓丽君的专场。因为5月8号呢，就恰逢是邓丽君逝世17周年了。林峰老师，您跟邓丽君小姐之间有不少渊源，对不对？15岁的时候吧，她那年我20出头，我们俩一起漂泊演唱。那时候她是旭日东升的时候，你呢？我正在艰苦奋斗，也是旭日东升的。我最难以忘怀的是。当年他对我有恩同在造、真的。我在失业最困难的时候邓丽君回来，然后他搞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晚会，我借这个机会就作为他整场晚会的特别嘉宾，唯一的一个男的。我就是那一场晚会被台视的总经理看中。邓丽君对你有再造之恩，对，就是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上了一个台阶，从一个二流的接近一个一流的主持人。错，我纠正一下，先别鼓掌，别鼓掌，超一流，大家鼓掌。不幸的是，在1995年5月8号，他这个往生了。据说走去那天，你有很大的一种感应，是吗？那天我记得在5月初，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宅院，里面遍地的樱花。那天呢，天很黑，那个云层特别低，忽然呢，一声响雷，特别刺耳，下了很大一场雨。这场雨之后呢，我看到整个满地的樱花落地。这时候来电话告诉我，你最好的朋友邓丽君往生了。我忽然头一晕，我不觉得这是真的，我以为是开玩笑。我坐在那边，最起码又坐了20分钟，我就没有离开那个位置，呆了。就是来得太突然，后来我就打电话，他们家里没接电话，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他唯一就是我最感动的，就是我主持电视节目的时候，他只要一回台湾，只有上我的电视节目。他为了提拔我，为了能够让我坐得稳一点，所以每次经常专程赶回来上我的电视节目，因为他只要上我的节目，那就是收视率的保证。他那时候在日本最红的时候。你们一直合作到那么长的一个时期。对，从很小的时候一直合作到
他走去。不要这么感伤了，接着往下说。我们身边还有我们的两位老师，其实两位也都是这个邓丽君忠实的粉丝，对不对？可不可以聊一下你们印象当中的邓丽君？记得81年那个时候，我拍一部电视剧，住在一个小小的招待所里，这个招待所电压很不稳，所以我们晚上收工回来想听那个录音机是听不成的，那个时候听都是卡带，电压不稳，那卡带它不转的，我们就把那些剧组的电池拿出来放在录音机里，一首一首的听邓丽君的歌，直到这个电池用完。我们对邓丽君的痴迷是这样的。小松，邓丽君对我们那一代人，她代表了爱情的颜色，所以在少年的心里，那个时候我们十几岁，当然是永不磨灭。那么我们今天呢是邓丽君的模仿秀，对，我们要让邓丽君的在天之灵或者她在天堂上能够看到我们是多么的爱她。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王者归来》十大巨星模仿秀第二季邓丽君专场。本场将有8位亮相模仿，3位明星嘉宾一致亮灯即可叫停表演。全场8位模仿完毕，3位明星嘉宾将合意选出3位最具模仿力的表演者，进入《王者归来》十大巨星模仿秀第二季最后3场的巅峰对决，并获得巨星演唱会的资格。本栏目由香飘飘冠名播出，感谢本节目的特约播映单位桂龙药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有着与明星相似的面庞吗？你有着与明星相似的嗓音吗？你有着被人误认为你是明星追赶的经历吗？那么就欢迎你来参加《王者归来》的录像吧。具体参与的方式请关注屏幕的下方。好的，那今天呢其实在这里呢是我们节目的主会场，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第二现场，将会有我们非常厉害的4位魔人呢会即时的跟我们进行现场的互动。今天呢在我们第二现场呢也请来了很多位嘉宾，隆重介绍的这一位呢，哎呦他非常特殊了。为什么说特殊呢？一，他长得就很像邓丽君；2，唱得更像邓丽君；3，他就是我们上一届王者归来模仿邓丽君的冠军。厉不厉害？掌声欢迎赵红姐。好，欢迎赵红姐。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歌声当中享受到邓丽君的韵味，然后传承这个邓丽君的文化，在歌声当中享受到美好的时光。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将回第一现场，马上回来。邓丽君的歌曲呢对于我们来说很多都是以爱情为题材的，当然有讲述的是恋爱当中那种甜蜜，也有的是讲述了失恋以后的一种心酸。下面要出场这位模仿者呢，就是在邓丽君的歌曲当中陪伴她度过了失恋后非常难熬的999个漫漫长夜，欢迎宁菲儿。
方式去捍卫自己的音乐梦想。这段往事不堪回首。怎么有这回事吗？嗯，真的有这回事。我记得是在我9岁的时候，我在家正在刷碗嘛，突然呢在电视里听到邓丽君的一首歌曲叫做《我只在乎你》。我当时就被这首歌迷住了，我就觉得我动不了了，我一直要在那个一个姿势要听完。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我的生命中就不能没有邓丽君的歌曲，没有她的歌声，我觉得生命没有意义。那你的家里为什么要反对呢？家庭条件不好，那时候我还有两个哥哥，所以呢就是在物质上他们没有办法支持我上学。爸爸妈妈就说，你一个农村的女孩子，你应该安安分分的在农村结婚生孩子，这样一辈子就过一个平凡的生活就挺好的。可是呢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不想对命运低头。所以当时选择了自杀。自杀这个你是为了威胁父母吗？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太小了，我根本没有去想那么多，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唱邓丽君的歌，我不管是怎么样我也要唱。可是你这种做法万一成功了的话，你还怎么去唱邓丽君的歌呢？现在幸亏没有成功。对呀，这多吓人呢。一个人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永远没有，任何事情都不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呀，对吗？是，谢谢老师。邓丽君的歌是可以疗伤的。假设一下，我旁边的这两位林峰老师、小松老师，他们俩失恋了。假设啊，看他俩长得样不像失恋的，但是现在就要他们失恋，你会唱什么歌来安慰他们呢？那我先唱给林峰老师。两个人安慰安慰老一块唱给安慰老同志，很重要。好吧。有缘相聚，又何必常相起？道无缘是非离，又何必常相依？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你心里没有我，又何必在一起？林峰已经很愉快地振作起来了。来，对高晓松老师，他不太好哄啊，没失过恋、那我唱一首，都让人家失恋。美酒加咖啡。行了，不用唱了，我已经好了。演唱《我只在乎你》，这首歌呢，就是要唱给邓丽君的。
我在大陆26年，我很少看到一个这么像邓丽君的。哇，谢谢。这个评价很高的。我沉浸在那个回忆里面，因为这种歌我都太熟悉了，把我带回那个时光隧道。我就在想邓家妹子，我曾经和她在这个巡回演出的时候，她经常会唱那首歌，会下台找一个帅哥，她通常会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怕我失望。她通常对她唱，唱完了以后，她说：“你坦白地告诉我，你有没有太太？没有。你有没有女朋友？有了。你为什么不早说？讨厌，走了。”她那种机智啊，经常那种小幽默。今天是高手如云，我们当评委也是很难。我要先要警告制作单位和你们，就是我们评委啊，这一次啊不一定只有评三个，希望你给我们评委多一点权利。他唱得非常像，长得也挺像的哈。你可能比邓丽君还稍微好看点，但是我没有感受到一丝丝情意，就是他实际上一直在表演唱。其实唱这首歌，你应该想到的是你最爱的那个男人。不管你隔着多远的人海，我要让你听见我给你歌唱。你只有怀着这种心情，才能让他感到情意。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说即将要离去；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说即将要离去。赵雅轩模仿邓丽君，声音外形综合相似度90%。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模仿者刘雨一。是模仿还是唱自己的歌，有一点很重要，不是我像谁，而是我就是，一定要这样的自信。好，谢谢老师。实际整个没有进入表演状态，就没有融进那个舞台里面，把自己融到音乐里面，就在好像你在冷眼旁观一个人在唱歌，就是你自己。邓丽君声音外形综合相似度80%。其实很多人都在模仿邓丽君，但是呢，其实邓丽君在最初的时候呢，她也在模仿一个人，就是我们的金嗓子周璇。下面的这一位模仿者呢，他不仅可以唱军歌，他还可以模仿周璇。我们就用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来请出吕雅芬。是哪里人士？我是上海的。上海宁。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歌曲？今天我带来一首是《千言万语》。
邓丽君不光有技巧跟表演，邓丽君之所以成为邓丽君，最重要的是情，就她能把很多很多的情放在歌里去，有情才能打动千百万人。我觉得你一直都没能投入更多的情。邓丽君声音外形综合相似度85%。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虽然是八位模仿秀模仿邓丽君小姐的这种演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前面还有一位非常专业的歌手，也是歌坛玉女杨钰莹，她呢也愿意登台模仿她心仪的偶像邓丽君小姐。那么我们有请杨钰莹高歌一曲，欢迎。一个类型的演唱歌手当中，你是不是最喜欢他呢？对，他在我心里，对，最喜欢他。那我可以告诉你，在同类型的唱这种歌的歌手当中，我跟你一样，我也最喜欢他。是吗？嗯，那我们俩要不要小来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好，赵老师可以牵你的手吗？月亮代表我的心。哎，你不要这么帅嘛！我刚说可以牵你的手吗？还把手放到口袋。今天要唱成这样，那天咱录音得多快、啊、结果您十一年就是那天你鼓励了我以后我奋发图强，是于是我走上了模仿秀的舞台。你的确不容易。谁呀、啊、一个不着调的男人能够把这个歌唱成这个呀，不容易呀、啊、导演
这句话一定要删掉，拜托。掐掉，不可以。原场八位邓丽君模仿者已经表演完毕，三位明星嘉宾将选出三位最具模仿力的表演者，进入《王者归来》十大巨星模仿秀第二季最后三场的巅峰对决，谁将获此殊荣，马上揭晓。请大家关注新浪网天津卫视王者归来的官方网站，了解节目最新的动态，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天津卫视在王者归来新浪的官方微博和嘉宾选手互动。搜狐视频为您独家呈现天津卫视王者归来更多的幕后精彩的花絮，关注王者归来最新节目内容，关注搜狐的视频。感谢优酷视频对《王者归来》的支持，您也可以上传您自己的视频到优酷网，来参加我们的《王者归来》。我们又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但是这个环节呢，既让我们很期盼，同时呢，也会让我们很纠结。那你们哪位宣布一下呢？本人这一生的哲学就是，好事是轮不到我的。得罪人的事儿就您干了。这个不分什么名次的啊，三位入围，第一位是赵雅轩，恭喜。第二位是宁菲儿，宁菲儿，恭喜。第三位是徐静平，徐静平。但是我们评委还是要郑重的严肃的要求主办单位让我们增加一位，因为他的表演实在杰出，和另外三位难分选手，所以本人代表评委宣布第四位。第四位，这不是幸运，是理所当然，谢爱军。恭喜谢爱军。非常感谢三位，谢谢自始至终的这样一个点评，而且做出这样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一个决断，我们非常感谢，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同样也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台上这八位最优秀的模仿者们，感谢你们在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邓丽君小姐，感谢你们。同样呢，也要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天津卫视《王者归来》第二季的节目，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好，再见。